想袂到阿平即马真正是拜老朋友朱丽萍，啊，真正想袂到伊甲陈长胜无迄款的过去。你讲袂啊吼，奈安尼安排啦？我甲朱丽萍用即款的方式来重逢，伊竟然捌做过当人良媒失德代，唔那小贪，阁心术无正。安尼，迄个阿平姐嘛无过来变骚，安尼嘛好啦。毕竟大家拢无是要甲这种歹心的人有来往啊。啊，不过阿平姐嘛无亲像恁所讲迄款歹人啊。虽然过去伊当人个娘妹，啊，不过迄嘛是陈长顺心对不起伊。可再讲，风水这款代志，信甲唔信是看个人。用这款理由都来认定陈家衰败是伊害的，这想免讲啊。千款难断家务事啦，啊，咱外人是会当讲啥？啊是啦，风水的代志哦是看个人的啦，也毋过这关系着私人的恩怨，咱也毋是当事者啦，无方便讲啥。啊，毋过我所针对的是，会去动这种歪脑筋的人，伊的心肝绝对是无好，咱也是较莫去惹着伊，有好无歹啦。虽然讲哦，伊是恁爸爸的老朋友啦。也毋过遮尼久无看呀，变做啥物款咱嘛毋知影。搁再讲，搁甲陈良成为种文员，我看那是尽量吼心术属性啦。啊，毋过阿平姐嘛，即摆明明都是安分守己，而且做代志真认真啊。搁再讲，过去因为伊一句鼓励话，互爸当作人生座右铭。就凭这点，我认为伊其实真有头脑，人真好。哎呦，敌人敌民不敌心啦。人咧讲吼，拍歹人的姻缘哦，迄是七代线呢。伊是破坏人的风水，带来的良媒，迄是有报应的。别人哦，拢爱甲迄种有德有福的人斗阵。我看哦，也是听董俊的啦。这个人啊哦，莫甲伊相交叉。啊，你毋是讲伊已经辞职啦？还够你啦！你嘛莫以为是老朋友，你就冷心，知无？胃肠癌结束了，董俊就一直打电话给我，伊一定足生气。佮加上我即马较早遐已经烧灵啊，万不伊若真正去害着伊，安尼就唔好啊。还是卖联络较好。董俊，伊竟然直接出来遮。朱丽萍，你拢应该出现伫交代所，是安怎毋敢接我的电话啊？这要创啥？为你也无好话啊啦！我都毋是一百外幺个。所以你即摆是新人，你家己嘛做了伤过超过啊嘛？无，我借问一下，是谁叫我爱离伊较远的？结果又果是谁？一直打电话给我，搁直接走来阮家楼下找我，安尼是谁搁超过？你即摆是咧拍人话救人？是谁讲话无算话？我甲亚姐有接触的，是谁挑工走去参会到阮丈夫小林？你唔若无个人惊个人的，搁愈来愈接近我的生活呢？你讲啊，你是不是想要讹阮丈夫的钱啊？谢东俊啊，谢东俊，你真正足天真的呢。讲实在的啦，我真正想袂到，你做在兴的干才才侪年啊，竟然也唔知道过去我甲在兴的交情有偌深。敢袂甲你讲，我今仔日若是真正想要爱在兴的钱，根本无需我开嘴，伊就会主动甲钱回我的口袋啊。你要信还是？我警告你哦。你相信卖阁笑笑遐有诶无诶？为着要保护伊，我绝对有才调，毋免拆破咱诶关系，卖当让亚杰因看清你诶真面目啦。干嘛呢？
啊，唔做在调诶，我得去试看卖啊。看你有法度改变怎样对我的印象。啊，不过我好心甲你提醒一下，你最好是爱有心理准备，时到，你卖目屎流目屎滴，搁翻头转来搞坏事的。因为我甲你讲，你想要伫个在兴的面头前搞我哦，无可能的代志。相公，你也要走诶？啊，无你即摆是安怎？按什么客家停到天光？我先甲我讲啊，你走去参会的目的到底是啥？我都和你走。也是讲，你知影我要选举啊，是要利用咱的关系来威胁我吗？我跟你走就无关系啊，我是要安那威胁你？你放心，我无遐无聊。你连当人两面这款小德代你拢做会出来，你还阁有啥物代志是你唔敢做的？我警告你啊，你相信卖想要用这种以退为进的步数，你是绝对袂成功的。对，甲你无地带。你这跟我身躯边的人都跟我有地带，我最后一遍甲你警告，我唔管你是要用拍逼证牌，还是要讨高情的，假使讲你还阁有淡薄仔良心，麻烦你小想一下，你一个人做会到？害惨偌济人的命运，唔呐，单阿姐啊，家破人亡啊，连你家己嘛过了无好啊，安尼敢还阁无够？我拜托你，闪较远个好无？既然你伫唔肯讲出你啊偌济封口费，只要30万，当作是投机款。你若想要情绪勒索，你就针对我来，莫去牵拖别人。阿罗，30万你嫌少哟，嘛对啦，我丢人白性格，才无这样低。我真正从来都唔捌，还不是在向伊一家伙啊，伊哪会走来？那是让伊看到东俊，安尼我甲东俊的关系唔得撇空啊。你莫阁假啊，好无？为着这30万，你紧摕去，永远莫阁出现在阮面头前啊啦！我退得去，你莫想讲你用钱了，我都侮辱我。今仔是你家己来找我，既然我有讲过，以后大家各人行各人的，我就绝对袂去插你。你现在你这样，你搞我愈来煞啦！因为你早就已经无信用啊。看清楚，过去我用花岗纠缠当人的良妹，今仔我赶快用我的血给你纠缠，我周丽萍给你纠缠，从今以后我拢袂去找你，你慢慢来找我的麻烦，啊，若无我就去申请保外人，有听到无？走，走！蔡兴，真正是恁哦。爸妈还有雅姐，今天走来家。我听孙讲，我认唔着人咧。哎呀，你家拄着你上好啦，我是专刚要来甲你拜访的啦。啊，这位雅姐你早识识啊？啊，这位哦，阮太太叫做老富美啦。啊，今仔日雄雄见面哦，算妹夫甲恁介绍识识。你好。对啦，恁应该今有一十路吼，啊，若是无去我遐。无来坐坐饮些茶。哦，那当然咯。我刚才拄则无让伊发现啦。拄则朱丽萍，敢是咧暗号我，才会向我杀走的？无可能啦。像这款人，哪有可能这么好心？一定是因为赵桥要跟阮赵人吧有关系，才会安尼做。这个查某的问题哦，我一定要较细来甲处理。想袂到，你即马是一间大集团的董事长，啊，不过甲过去拢同款，拢无变，也是我熟悉迄个
上好心、上体贴的都在英。对啦，在英，伊就是吼上有情无义啊啦，啊个秀情。伊那是会用的哦，我跟你讲，伊绝对哦是想要甲遐亲戚朋友哦，大家拢靠咧身躯边甲伊照顾。那是因为哦，每一个出现在咱身躯边的人，对咱哦，加加嘛拢有斗相共着啊，就亲像好人啦，有咱机会啊，啊歹人就有咱经验嘛啊。哎，看啊。拍摄拍摄，阿恁在遐久，我干啦，我甲恁讲话拢无听到，恁听。我来就好。哎，别别别，你坐你坐，你坐啦。无啦，你。即款倒地代志，洪文杰是谁来做就好啊？阿平姐嘛，是嘞，我以前唔知你的身份，所以若是有对你无礼貌的所在，不知者不怪罪哦。你老可能无礼貌，你是上善良、上知分寸的媳妇。假如讲我来当有一个正常人的生活，我一定会踮伫个你甲当初的身躯边，好好照顾你。啊，你即马厝内有几个人啊？啊，囡仔在倒位上班？啊，是有需要会当来阮永兴集团啊，我会好好甲栽培，我咧较轻松过。是啊。永兴内底有真侪无同款的事业体，一定会当找到适合的。无啦，我无囡仔啦。即马我身躯边，就干那剩一个查某孙仔尔。我真正无需要恁替我安排什么头路。无，我呢提供奖学金给伊啦，可以当哦有更加侪学习的机会，好无？我相信你了解我的个性。我若真正想要跟恁谈关系，我早就去找因啦，敢毋是？那有可能等到今仔日咱才会拄到面。老朋友来找我，啉些茶，开讲一下，我真欢迎。不过若是要私下我，就毋免啦。我根本靠我家己。无啦，你安尼想，我倒位去啦？我真乃是什么私下啦？是啦，平静嘛。请你别误会，阮爸是真心想要付出，绝对无看你袂起意思。那呢，就请恁尊重我的想法。卖一来，但我感觉讲，恁是想要用钱来对死人。歹势啦，我想恁拢是大头家、大人物，有真济工课爱做爱无闲。我都无要留恁啊！好啦，阿婆，咱就先来等哈。真正无想要打扰你，我更加无想要去害了冬俊，所以我一定要跟你努力，这个弟弟。